定是让故意让你说出那句话才卡的。你这样一说的话，岂不是在挑拨我和敌对之间充满了激情吗？看一下大陆这边的话，是 Quiver 因为是只带了一个眼的，所以不能在对方跑动放眼。这样的话，其实维鲁斯和诺诺消耗一下对手，因为琴女比较需要对面草丛有眼才能上来用 Q 技能和普攻点人，那这样来的话呢，就没有这个办法了。诺诺在草丛放眼的话，也可以观察，时刻观察一下这个琴女的位置，避免被他走过来 Q 到。琴女在一二级的时候伤害是非常惊人的。是的。不过努努和维鲁斯这边他们前期的消耗能力也绝对不俗，如果被维鲁斯用 W 技能叠上点 buff 叠上点 debuff 的话，之后一个 E 技能激活啊，也是效果很强的。这两个组合还是有很大差距，一般来说就是琴女加飞机这边都是由琴女一个人上来消耗血量，没错，就是她来换血，因为她是有治疗的。但是维鲁斯跟努努这边，努努是一个近战，不可能上去跟对方换血，只有让维鲁斯这边使用技能跟对方消耗。而且我们都知道 M5 这边的普攻，另外他经常会用一些很奇葩的符文或者出装，比如说插一些血符文或者打一些很奇怪的防御装。对，所以也算是打了一个比较激进的这种辅助。上路这局有点被压，也是前面提到的，狮子在等级低的时候是能够很好的对抗刀锋的，那等到刀锋的 W 技能起来之后呢，就会难打一些。那么诺言这边也是知道 M5 下路是只有一个眼睛的，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放在河道，所以等在这边看看维鲁斯在这边卖，那么给了继续一个虚弱。那诺言这里的话，这个情侣应该是要交掉。哎，这个压血压出来了，漂亮！回头一个点燃，但是还差那么一下。哦 ，M5 这边两个人反应非常的快啊！我们看到刚才这一下，我以为琴女和飞机至少要死一个，没有想到是都能够全身而退。但是这波的话也是打出了他们所有的招式，看看下次梦魇会不会再回去补了状态之后接着来下路。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刚才带着红 buff 拉木木也是到上面绕了一圈之后呢，没有选择继续 gank 刀锋，因为刀锋一直围守在塔下，这就有点难杀。如果像这种正常的分路的话，感觉阿木没有到六级还是很难 gank 的。没错，阿木木的话前期 gank 更多的是依赖于红 buff 以及对手兵线推得比较靠前的时候的活活追击，这样一波打击伤害，他本身的伤害其实并不高。那么这一次回去的话，可以看到琴女身上已经是买了两个眼，下次 OC 再想从这边正面来 gank 应该会比较难一些了。那么这里也是诺言能够早期抓住对面一个眼的这个视野上的真空期啊，错了，至少打出对方的一个双闪现。好，现在看一下微笑下路的补刀，下路已经补到了25个，而对手的飞机的话这边是13个，前期 ADC 的补刀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压制的局面了。利用打野英雄前期创造了一点小优势呢，我们看到微笑始终是能够牢牢的把握住的，而这里梦魇又来了，趁这里琴女还没有放眼的情况下，眼还没放，这波过来位置很不错，看一下上了，这波的话连倒飞机的话很可能是会被逃走，但是能打掉一半塔下，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安全的。小严我们知道也是经常去辅助微笑去打 ADC 啊，微笑对于维鲁斯的理解究竟是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我记得他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然后之后觉得发现配合输的话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才拿到比赛里用。是的，我们知道维鲁斯的平 A 输出能力，如果说能够用技能激活他的 W 的话，是不逊于维恩的，其实伤害程度也很高，而且他本身的射程呢也算是 ADC 里面比较远的一点。因为相当于如果说比如说拿一个维恩跟 Nuno 的话，前期限量是很弱的。是的，维恩前期只能靠 Q 技能过去点人家才能消耗到血量，但是维鲁斯可以用技能会比较安全。对，维鲁斯的 E 技能可以消耗血，同时维鲁斯这个射程啊，相对于维恩的那点射程来说的话，真的是好太多了。而且后期又有一个这个大招的配合，有一个控制的这种 ADC 还是很少见的啊。我们现在看到上路的王草莓还是有点凄惨啊，这里的话面对这个狮子，补刀上已经被压制了22对39，被压了不少。可见狮子这个英雄即使是被削弱，他现在能力还是很强的。对，就像前面提到的草莓的女刀锋呢，虽然说玩得很知道 W 技能比较高的时候，利用他的回血才能消耗的跟狮子消耗。那么看一下这个女刀锋这场出装是回去补到了一个波兰剑。那么这边狮子的话，因为面对是一个以物理伤害为主的女刀锋，所以已经出到了一个忍者不惧。但是这个时候 NOC 是已经来到上路了，压了点钱，看看有没有机会。狮子到达了6级了，这里很可能要强杀。那么这里的话，诺言这波反蹲也做得很好，我看看就看能不能蹲到对手想打这一波。
果这个狮子一开始用大招强上的话，他想抓住他，还有隐身还是有些难。狮子的大招隐身时间是蛮长的，所以想不耐心的情况下抓住他确实不容易。对。然后我们看到现在这边草莓还没有到达六级，似乎在前期的经验上他也是被狮子压了一级。等他出到自己关键型装备之后再面对狮子可能就稍微好一点，主要是以推线为主。那么现在可以看一下三条线上的情况， W 这边的下路是一个优势的局面，中路的话补刀上戴安娜和发条是接近于持平，而上路的话则是一个劣势。打野方面，虽然说梦魇这边成功导演了一次下路的干部打掉对面的双闪现，但是刷野的速度上没有领先对手阿木。阿木这场他知道自己 gank 不像是上一场因为艾希没有打野那么有效率，所以肯定是前期以发野为主。等到他到了小心，很有可能就会被戴安娜去支援拿到人头。说到这里，我们对于艾利斯的中单英雄了解的其实并不算太多，见他使用最多的往往就是时光一边，他的时光真的非常强。之前面对那个欧洲之王的那个 ATN 的3000分中单，对，他都是有单杀过，而且单杀了对方一个凤凰。是，其实时光这个中路英雄呢，真的是很推荐新手玩家去使用的。他这个大招的容错率很高，所以他被别人单杀的可能性很小，那单杀别人就很容易多了。好，我们看到若风这里还是打得很稳啊，基本上若风中路一直是以一个支援迅速、范木稳健著称的。他可能在自己对线的时候呢，不大会出现像姿态啊一些比较著名的中单这样单杀别人的那些情况，但是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说他支援队友的时候支援的非常的到位。我看一下情侣不在的情况，飞机是被耗得很惨，只能拿技能补下刀。是的，这个维鲁斯有着 Nuno 的 W 技能加上去之后，这个攻速和移速都很快，所以三下点之后直接一个 E 技能的触发效果。应该说现在 W 这边的下路的优势是始终牢牢的把握住了，一直领先是一个补刀。不过飞机这边我们看到前面落后这么多，现在还是落后这么多，也是能把这个补刀追回来。嗯，这场由于 W 是拿到中路这里是长期消耗了一波，但是没有什么危险，两个打野都不在。嗯， W 这场是拿了梦魇之后没有拿卡牌，所以到六级之后其实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先手机会。好了，这里看到了 M 五这边双人导演干个中路，但是若风的闪现非常的快，而且的话梦魇也开启大招想要支援一下中路，相当于躲了两个人的技能。不过因为 M 五是一个双人抓中，总共加起来有三个人，那么这里是选择一个放弃没有飞过去。这里是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场观众太多，希望中间的朋友们呢能稍微让开一条通道出来，否则的话会很影响工作人员的进出，谢谢大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这个上单的 Darion 是出了一个药水啊，打得好激进啊前期。那么这么早就出药水的话，等于说他前期在线上属性上是完全领先草莓这边不少的。嗯，这下女刀锋感觉就会更难过了，可能前期就受压，再加上一个药水的能力。而这里我们看到阿木是选择插了一个针眼，反掉了 W 这边的一个眼睛。这一点的话一般在比赛当中是不大容易出现，就是用针眼去反别人假眼，尤其在打野英雄身上的。那么可能也是这边中单 Alex 是侦查到了若风这个眼放的位置，于是是通知了他们的打野。这一下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很默契。还有一个点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下，就是你看 M5 的这个飞机甘蔗他经常是出各种防御性的鞋子，而很少出到攻速鞋。这场的话他又是出到了一个闪避鞋，因为飞机这种英雄其实并不太依赖攻速。对，因为 W 这边也是有两个突进嘛，一个梦魇再加一个刀锋，都很有可能会双突进这边 M5 的一个 ADC。 那么这里选择一个忍者鞋呢，也是能让他在对手的突进攻击之下呢稍微多生存一下。好，这边微笑仍然是保持一个很不错的补刀，不过上路的话草莓这里的补刀还是也是落后的差不多。那么双方现在经济上仍然是一个持平的状态，人头也没有爆发哦。这里看到维鲁斯这里一波强打，不过换血之后发现其实面对情侣这么一个有恢复的辅助啊，咱们这边占不到什么便宜啊。嗯，现在已经进行到11:30钟了，一血都还没有爆发。那么两边难道要爆发在上路？两边也真是打得非常稳哦。之前一直有个传言说W这边只要往草莓送掉一血就一定能赢，那么草莓你要加把劲儿。哎，有一点这种意思啊。草莓听到我们的召唤，我们这个也太准了吧。啊，这一波的话我觉得草莓要逃掉已经是不大可能了，因为木木有大招在。那么这个人头看看是被谁收到的。好吧，是 M5 的上路
Darren 是拿下了这个草莓的一血。而这里我们看到达顿也是抓住对手达顿已经不在的时候呢，似乎是想过来 gank 一下下路或者拿小龙，看一看这里是怎么选择。哦，梦魇带了一个400过来排一下眼睛，也是知道了这里有眼之后呢，没有选择强打小龙，因为对手的戴安娜还在中路，状态也很不错。那么刚才也是很感谢草莓精彩的演出，没有让我们的期待白费。感觉真的听到了我们的召唤吗？而这里 M 是率先选择要开打小龙了，这里因为他们人数比较多，我们看到 Alex 这一 Q 也是 Q 的很准啊，他们现在是五个人都集合在小龙附近，但是这边是有W 的一个眼睛的，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机会。梦魇是有大招，小龙打得很快，飞进去之后重击还是被对面抢掉了，发条一个大招很漂亮，技能连得很娴熟。我们看到秦女 W 这边已经把对手打残了，秦女残血，但是这边维鲁斯的状态很差，看一下微笑是否能够逃脱。维鲁斯一波双杀，那么这里是交掉一个梦魇。好的，这边 M5 的状态也不算太好了，应该是不能继续追击。草莓这个时候是来到了下路，但是能不能击杀掉这个小月呢？想要反杀，但是草里有个眼，跳兵逃走，漂亮！看这里草莓的刀锋，还差最后一下。他 Q 了一个小兵过去，但是被晕到了塔下，很危险。看到刚才皎月在一个近乎必死的状态下，一个操作非常的娴熟，用二技能往小兵身上一跳之后迅速逃生。不愧是世界顶级的中单。那么这一波的话是双方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M5 这边是拿到了角龙，而 W 这边呢是用一个梦魇换掉了对手两个人头。两边其实都是有一个情控的，就是维鲁斯的大招和琴女的大招，可以看到刚才打团战的时候几乎就是连接着这种释放的。是的，刚才首先是梦魇被套了球之后，大招飞进去发条直接一个大，然后紧接着再跟上一个维鲁斯的打，不过对手毕竟也是有一个琴女的，琴女一个反手大，这样的话双方控制全部打出来了，这样的话杀的人呢也不算很多，没有一边狮子这边是有大招隐身过来跳到露露身上要秒，这里看一下减速，还好维鲁斯一个减速啊，狮子还是比较保守的，没有选择继续强追，他是没有闪现。刚才是因为维鲁斯的一个E技能的范围减速，狮子的踩在上面呢是已经不可能追上露露了，所以的话他是选择一个放弃了。这里微笑和卷毛的反应速度也是很快，狮子一跳出来第一时间就加上了自己的减速技能，非常默契的配合，是不愧是下路，好吧，睡在一起的人，下路好基友，睡在一起，你说的什么啊，我们都知道现在选手之间的话都是一个线下训练，所以的话经常也是职业队伍之间的基本上都是住在一起的，那么 ADC 和辅助为了培养他们的感情，一般都是这样的，肯定都会也是睡在同一个房间。好，这里看到了草莓也是趁着对手狮子上路离开那一会儿呢，渐渐的把自己经济有点追回来了，不过还是落后狮子不少啊。这场狮子也是打得很暴力，出到了残暴。那么狮子这个英雄的话有两种走法，一种是像 TPA 之前Nelly 他们打上单呢特别喜欢出一个纯肉装，而我们看到 M5 这边则是一个不一样的理解，他是走一个攻击路线。我感觉 M5 的上单几乎都是走那种很暴力的流派，而且可能说在一些比赛里面他们上单也是非常浪啊，就在优势很大的情况下经常上去一个人拼几个人。那么现在双方的经济仍然是保持一个持平，不过现在两边场面上的局势上来讲的话也差不大多， W 这边多拿掉了对手的一个下路的外塔，这样的话他们 ADC 和辅助呢是有闲暇的时间过来来中路这里，哎，拉到了琴女，现在我们这个大师秒掉了，漂亮！这一波的话若风出招非常的果断，而且微笑这边一看发条大招放完之后第一时间给上一个自己的大招，把琴女活生生捆在这里。我们看到琴女这里手头闪现也没有好，而刚才即便他有闪现被定身住了逃不掉。W 刚才是其实可以强点到那个塔，但是比较稳妥，因为对方戴安娜已经是支援过来了，为了避免在点塔的时候被 Q 到，那么最后还是选择了等待下一波兵线的时候再推掉这个塔。这里也是 W 这边下路因为率先拿掉了对手的外塔，所以是 ADC 和辅助可以第一时间赶到中路来帮忙，也是现在比赛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打法，就是先推掉下路再去中路和上路帮忙推塔，这样来说如果推掉对方三个外塔的话，对方的视野就会被压缩到很小的范围。好，我们看到这里飞机过来探一探，可惜发条是没有大招的了，发条现在没有大，不过发条和飞机在这里两个人这是在做什么，哎，这个飞机如果被消耗太惨，发条大招已经快就绪了呀，飞机终于是选择自己先怂了一把，难道是他已经想回家补装备了，所以干脆就过来试探一下。你看飞机这场是出到了一个闪避鞋加三多兰，三把多兰剑，等他买把六级的时候就可以召唤神龙。对，可是神龙说的是中文还是日语什么的？我觉得神龙会说
多兰鱼。好，这里我们看到阿姆姆是也带起了一个四百过来排一下眼睛啊。那么前面诺言那一波的死掉呢，结果是导致他的身上一个四百掉了，所以那一波其实从人头上来讲的话 ，WD 这边经济上也没赚太多，毕竟是梦魇交掉了一个自己的四百嘛。其实打到现在来说，双方这个场面上还是比较持平的状态。看看接下去下一只小龙刷新的时候，会不会在小龙爆发一波团战？这边阿木木也顶着四百来到了下路，好像是要碰到了。好的 ，WD 这边是很有预感，知道对面的英雄可能已经过来了。卷毛这里迅速插了一个眼，如果能够再把中路塔给推掉的话，这样发条就可以去上下路支援一下，并且可以限制住这个戴安娜。维鲁斯这个时候在对方的眼睛下面回声应该是被看到了，那么飞机非常安全的可以去下路收下兵线。那么比赛前呢，我也是跟队员们聊过了，他们对于打 M5 啊是没有任何的就是这两个队伍好像没有交过手吧，这两个队伍。对，但是之前从 M5 的表现上来讲的话，咱们这边都是没有表现出任何怯场的感觉，并没有把 M5 看成一个特别难以战胜的对手，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这样的话，双方还是一个难解难分的一个局势。其实本来来说的话，按照之前他们想法是可能这场想打得比较欢乐一点，结果 M5 第一场那么认真，导致 W 这场也选到了一个比较认真的阵容。可以看得出来，世界顶级的强队，即便是面对这种表演赛的时候，也不会说出现一些我们没有 Mark Noe 那种卖萌的选手，是吧？那么 S2 上面 Mark Noe 选个 Timo 各种卖萌，我们也是意犹新。这里的话看到 M5 确实打得非常的认真谨慎，毕竟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嘛，想给中国粉丝一个好的印象。好的，小龙已经刷新了，那这一波的话就是一场决战，这一波看看哪一方能够率先取得优势。现在因为 M5 这边有一个阿木木的大招的存在， W 这边不把阵型先摆好的情况下强行打团是很危险的。对，而且看一下这个感觉，上路女刀锋的装备跟这个狮子是有一些差距的呀。这波狮子是刚刚更新完装备，非常的好，有一个大的腰带，身上还有一瓶红药一直没吃掉。但现在我们看到微笑他是在下路这里把兵线往前推，这样逼迫你 M5， 因为没有下路的外塔，这个兵线就会比较差。我们看看这里如何处理。好，蓝 buff 已经刷新了，首先让中单拿下蓝。那么这里先回去收自己蓝 buff 的话，对于发条这边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因为发条这边蓝 buff 太远，他不可能回去收，他就要节约一下自己的蓝了。我们看到若风的蓝其实并不多了。这波没有发条利用自己的球来消耗的话，W 直接强上了呀，直接往前飞。但这里的话阿木姆闪现用得很果断，因为刚才阿木姆很有可能被一炮秒了。但这里狮子上来并不明智啊，这个阵型被拉扯得有点开， W 已经脱节了。维鲁斯和发条大都放出来了，这里阿木姆交出自己大招，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输出。阿木姆这边率先杀掉了一个人，速度已经死了，但发条也被秒掉了。而这边的话维鲁斯输出很足，但很可惜因为关键性的输出发条死了之后，这个阵型被扯得太开了，这是一个一换四。 M5 这边取得了这波团战很好的一个胜利，这个但这里我们看到还在追杀这个维鲁斯，交闪现应该要死掉了。这个漂亮，狮子太肉了。狮子确实他这身肉装出出来之后，维鲁斯打他是完全点不动。那这里的话 M5 是打了一个一换五，这波小龙应该也能够成功的拿掉。哎，这边回血了。我们看到前面其实狮子扑进来之后啊，我本来以为这个狮子可能会被第一时间秒掉，但他毕竟上午的发育实在是太好了。对，刚刚说过他这波是刚刚回去更新完装备的，出到了一个大腰带。哎，现在已经是在20分钟拿到了一个狂徒了。那么现在的话，这个狮子这身肉装使得他团战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切进去吸收对手的所有技能，这对于 W 这边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因为狮子他直接开大往维鲁斯身上跳的话，作为一个没有逃生技能 ADC 来说会非常难以处理。嗯，而且他们辅助这边是一个努努，只能减速，不像琴女还有一个反手大招能够控制到对方的突进。是的，那么这里的话我们看到对手的大招控制衔接也是非常的好，阿木木以及琴女的大招只要放出来之后， W 这边这3秒钟的时间里面是很难打出一个足够的输出。其实刚才 W 还是想抢一个先手，但是梦魇的大招被对方闪现给浪费掉了之后，那么剩下的团战肯定是会比较难打的，因为梦魇一个人飞得太前了，阵型就被扯得太开。是的，而且刚才若风的发条是站位并不是很好，被对手直接一套秒掉，甚至连闪现都交不出。那么狮子就来到中路秒这个发条，看一下丹娜果然是伤害非常足。漂亮，这里的话可以看出来这个狮子啊打的是非常的漂亮。哎，这里下路我们看到又爆发了一场战斗，有没有机会弄闪现过去粘，应该能够杀掉。漂亮，那这样一来的话双方是 APC 和 ADC 进行了一个交换。最近的比赛我们经常看到对方拿下戴安娜都是这种塔下强杀的节奏，
而这里草莓的嗅觉很敏锐，我们看到也是知道对手可能在大龙这里过来抓他，但他似乎要走到一个撞上对手的情况。哎，这个木木好像要从正面包过来了。啊，草莓还是及时的逃脱了，这里一看到对手琴女露头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就后退了。那么现在应该来说，胜利的天平呢是往 M5 这边稍微倾斜了一下，他们的现在狮子发育实在是太好了，是一个很大的隐患。而且包括刚才那一场也是，这个中单 Alex 数据都是非常的好，上一场他的寡妇一开局也是三杀零死三助攻，这场的戴安娜也是同样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个选手实力太强，确实很难被针对，即使你搬掉他招牌英雄，他使用其他英雄一样能打出效果。是的，那么戴安娜这个英雄呢，现在也是用的人越来越多了，主要是原因是他中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天敌，他本身护盾的存在加上六级之后强大的爆发，使得他一v一的时候几乎是无人能挡。特别是月塔真的是毫无压力，他又是一个比较肉的法师，没错，又有这种抢先手的能力。哎，看下路这波能不能抓住狮子，想要抓，但是狮子应该是有大招的，这个狮子很肉呀，还是很难追死的。啊，狮子这个英雄大招隐身是时间比较长，我印象中似乎有七秒吧，所以的话是非常难以追死他。而且他开了大招之后，那个层数能够叠满，他瞬间还能开两下 W 回血。没错。这边双方是在大龙这附近展开了一波团战，发条非常危险，但是躲了一个钩，位置很差，直接又被对手秒掉。虽然他临死前交了一个大招，想拉一下对手的飞机，但这一波的话还是不可能秒掉这个飞机啊。好像两场打 M 使用发条都比较悲剧一点。这下 M 击杀掉了中路的发条之后，现在直接强行打大龙了。这里的话，因为 ADC 微笑不在，我们看到 M 这里是利用护盾的技能各种顶大龙。这波的话，草莓的刀锋也是要交代这里，想换一下，但是能不能换掉？好的，漂亮。那么 ADC 这里交掉之后，其实 M 接下来再打大龙的话，输出会稍微差一点，加上刚才让大龙活体，其实有一点危险。但是毕竟现在他们人数还是占优势的，看看怎么选择。会相信打抢大龙，但这里的话对手是及时停手了。而维鲁斯这个大招是 miss 了，这样一来的话很危险。维鲁斯又被戴安娜拉了回去，那么这里是要被打成一波团灭了。啊，终于是维鲁斯成功逃脱了，戴安娜拉完之后是没有其他技能能够接上。看一下狮子的大招 CD， 如果好的话，他可能要强上了。刚才大龙也是没有视野，减速扔上去，这里的话没有敢强上。梦也是不知道他们打大龙到什么程度，所以只能凭意识去开个大想抢一下。而 M5 当时停手也是停得很果断，我们看到所有人一起停手，回头立刻打这个梦魇。嗯，有些队伍的话，如果不冷静，看到对方冲进来想抢的话，你还是想快速把这个龙打掉，这样很容易就形成这种被对方惩戒点掉的情况。那么现在比赛进行到接近要约25分钟，现在人头比是一个6-12 ，W 这边落后，经济上也落后3000块钱。希望现场的观众能够替我们 W 加油。现在应该来说的话 ，W 这边微笑的 ADC 装备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整体的阵容上来讲，经常会在团战没开始之前就先被对手秒掉一个人。嗯，对方这种突进这么强的话，其实一个 Nono 很难保护 ADC 的。是的。再看一下 W 这边阵容，也几乎就是像女刀锋跟 OC 都是冲到对方后排去的，自己这边能够保护 ADC 的英雄并不多。是，其实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中路的弱锋，因为中路的塔还没有掉，他经常需要出去补刀，但出去补刀的时候呢，有可能会被狮子开大招强行抓死。哎，这边刚才发条是叫了一个大响留住飞机，但是飞机一个 W 给躲掉了。这里的话飞机反应也是非常迅速，而若风这一个大招可能也是释放的征兆有点过于明显。这边一个狮子刚才就说过他带线能力非常强，如果让他发育这么顺的情况下，他一直是把兵线压到二塔下，他这么肉的情况，即使是 W 这边分出两个人过去抓他都是抓不死的。那么 M5 还是想借着这个现在各方面的一些优势直接强行打大龙，这波梦魇的大招是还差几秒 CD。 但这里我们看到 M5 打大龙打的并不是很快，而他们的阵位阵型也不是特别的好。看一下这里狮子开启大招要出来了，这里的话梦魇很危险， W 技能是挡掉了狮子一个减速，但这里狮子利用草丛又跳了过来，这样的话梦魇的话位置非常差呀。阿木直接闪现过来一个大招要留梦魇，看一下梦魇会不会选择再用大招往回飞。啊，最后是没有使用大招，这样一来的话 M 是没有打大龙，但是梦魇死掉了，看看他们还会不会继续。现在的话戴安娜又是强行飞了上来，利用自己比较厚的一个肉盾能力，又是想开上一个大招想要。这里的话其实输出是挺不错的，不过对手提女大招还在，很危险，提女交出了大招，维鲁斯用闪现加进化逃生。
好险，这里微笑差点就死了，但这里草莓的状态很差，微笑回头加上一个减速，看一下，哦，但他又是一个突进，现在是收掉了草莓的人头，皎月隔墙是拉到了，这样的话草莓的刀锋也是再度送命。现在 W 是死掉了两个英雄，而且 ADC 状态不好，回去补给，这波 M5 可能要拿下大龙了。可以看得出来 M5 这套阵容在狮子的前期膝盖和带领下，这里若风又是要死了，这里狮子开大招强行过来抓人，真的是太凶了。嗯，其实刚才发条即使是想去抢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可以看到这个狮子的坚守能力是完全被我们所低估了，狮子开启大招之后第一时间跳上来，加上自己的双减速的话，使得 W 这边每次只要一被狮子抓到立刻就得有人丧命。看他狂徒之后再会补到什么装备，有可能是这个振奋铠甲啊，或者是复活甲。大家都知道 M5 其实是在之前很多比赛里面都使用过这个快速三复活的这种战术，就是很快的时间你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突然就冒出了三个复活甲，这样一波团战相当于就是一个五打七或者五打八这种状态。是的，因为这三个有复活的人呢，你打他也不是，但如果你不打他的话，他始终也能够提供不错的输出。如果再让他们拿到像掘墓或者是时光这种，可想而知这个团战是应该会怎么发展。是的，其实我刚才也在想说，他们对于时光和掘墓的偏好呢，也是因为他们对于重生类的技能特别喜欢。据说 S3 这个复活甲肯定是要被削弱，好像分成了两个，是就是可能是属性要降低，或者说是应该是要移除它那个双抗的属性，只提供一个复活的效果。这样来的话，作为一个格子五分钟 CD 仅仅是用作复活的话，就有点像以前沃三里面的重生十字架一样。这样的话呢，要是不是出这件装备，可能大家就得斟酌一下了。我觉得对于 ADC 来说的话，影响其实并不算特别大。当然你确实说移除了双抗之后 ADC 会变脆一些，但 ADC 最主要是需要它的复活效果，而对于坦克来说的话，没有了双抗的存在，是不是再去出它就很需要思考一下了。因为的话以前出它其实最大的效果，我觉得也是因为双抗特别好嘛。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戴娜已经是六杀零死六助攻，而且身上是一个深渊小丑面具法穿鞋，接下去的一件装备就像我们刚才之前说过，他出完一个输出装这个深渊之后，大概就会憋这个复活甲。是的，那么我觉得 M 这场比赛的最亮的亮点当然是他们拿到很多人头的中路的戴安娜，不过其实他们背后的功臣我觉得应该归功于他们这个狮子。这场他们上单的话线上就取得了非常不错的优势，而且由于狮子这个英雄是跟其他的上单也有可能有些不一样，就是他非常善于去 gank 其他路支援，他到六级之后很有可能是如果线上有优势可以来到中路来帮助中路拿下这个优势。之前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这场他和木木的三个人过来抓中是失败了，但是可以看到他这个就是意识是非常有针对中路的这个意识的。是的，那么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是 M5 的队员呢因为身体状况原因，所以的话需要暂时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再重新开始比赛。可能是来到中国有点水土不服之类的。是的，这里也是很担心这些外国选手，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出去比赛的时候呢也是由于时差或者是饮食一些其他的不习惯，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哦，这个时候我忘了跟大家说，之前这个我们有说过 S2 头像的激活码，这个激活码是112514FY， 再念一遍，希望大家记住，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抢这个头像的时候了，112514FY， 112514FY。那么之前我是看到很多玩家已经是在游戏里面兑换出来了，我看到小米好像就有一个，对 S2 那个直播的时候已经发送过一次。这次应该是第二次发放，当时没有领到的朋友现在可以去抢一下了。那么 S2 的头像呢也是之前 S2 的比赛上面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 IG 和 W 你是不是没有，因为你去解说 S2 的比赛的时候被你发现了。刚才是出现了一点失误，那么我们工作人员是重新送来了一个这个码，是 AE112414， 重新念一下 A 大写的 A， 然后 E 也是大写，然后后面是112414，大写的 AE， 然后是112414。
也就是跟上一场的这个激活码是同一个。那么之前也是因为去解说 SR， 所以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拿到这个头像。等等，今天好像你又我又没办法了，今天是吧？为什么我就这么倒霉？你可以赶快打电话给朋友，然后让他帮你抢一个。嗯，这次我们也是有很多皮肤要送的，比如说 TGA 限定的盲王，还有首发的冠军炙刃瑞文。这个瑞文还是很好看的，有特别多的特效。哦，你有看到过吗？这里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冠军炙刃的瑞文皮肤呢，是只有在这里有发放的，网上所有的淘宝上面卖的都不可信，千万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对，这个瑞文是这次TGA是首次发放。那么TGA限定的盲王是以后都不会卖的。对，所以这个是更具有纪念价值，想获得这个皮肤的朋友请去 QT 187观看这次的直播。对，这个皮肤我也是一直很想要，但可惜是完全拿不到手。还有一些比如说 EG 的未来战士啊，舞会公主的安妮，之前虽然有卖过，但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皮肤。价格也很贵，所以想要获得的话免费。那么这里的话也更难打了，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能够秒，首先在早期的时候就秒掉这个戴安娜，不让他继续收割。但这波有复活甲的情况下确实很难针对。是的， W 这边需要做到的就是利用发条的大招团控的时候让维鲁斯砸上大招，最大限度的强化维鲁斯的输出，因为其实其他人的装备现在输出都不带跟得上，我觉得只有维鲁斯的输出最高。最尴尬的一点就是他们突进很多，但是又要在强突对面的同时要小心这个情侣的反手打。是的，因为突进多的话很容易被一下子就打到好几个人。情侣这个反手打其实就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一个办法。梦魇这边，而且一旦飞上去，现在因为梦魇本身的肉装不是很好，那么一飞进去可能就有来无回了。现在梦魇的话是出到了一个水银鞋加一个小红爪，身上肉装是一个多兰盾，那么剩下的路线不知道他会接下去。哎，梦魇出了多兰盾之后一般都会转什么装备啊？现在从这个梦魇的装备来看的话，可能是打算出一个影魔刀，或者其实我觉得因为对手的物理输出也不少嘛，虽然说小月很强悍。哎，这里看到狮子又是跳到了发条，有些危险，想拉一个大逃下，但是木木又是隔墙一个勾。若风让这个梦魇去抢还有机会，但是对方又是成功的把这个梦魇给击杀掉的话，这波大龙是没有什么希望能够抢掉了。对， M5 这里是不断利用这个大龙然后来逼迫你这边过来想抢这个大龙，同时呢回头来反杀你一个人。所以也可以知道刚才发条为什么总是在这边出事情，他们没有能够人来做视野的时候利用这个发条的球来试探一下。狮子又是隐身过来了，这里的话维鲁斯伤害很高，但是狮子他跟你打了两下之后他就回去了，只是把就是掩护一下队友打拿这个大龙。那么拿掉这条大龙之后，经济差距就渐渐的拉开了，我们看到已经领先了，快要到7000块了，现在是6000。而且我们很难知道这个狮子是不是也会憋复活甲出来，然后再进行这个大龙的一波团推进。我们看到 M5 这边整体的战斗打得就非常聪明，一旦抓死你一个人之后，立刻就在大龙这里跟你来回的拉锯，而找机会去偷偷的杀掉你两个落单的人。刚才又是杀掉打野之后 ，W 这边已经没有阵地了，不可能再抢掉这个大龙。现在皎月身上复活已经挂出来了，而这边的话狮子和梦魇像你所说的也是出了700的锁子甲，多半是打算往复活上发展。等到他们真的出到三复活的时候，这波团战感觉就有点逆天了，没有办法阻止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感觉 W 一定是要稳妥一点防守。看这波 W， 这个 M 要选择从哪路推进？现在是强压中路，先把这个外塔给拆掉。我必须说，这场比赛里面这个狮子的表现真是太亮了，几次是一马当先冲出来留住你的人，然后抓上。我们看到这狮子又是过来了，跳上去。好的，这里的话应该被秒掉了，被留住。维鲁斯这里是被交出了大招，这里在打这个狮子，狮子实在很肉啊。这波话似乎打不死这个狮子，赶过来强切这个维鲁斯。微笑把自己所有输出砸在狮子身上，哎，这里。若风一个大招是被飞机闪现躲掉了，漂亮。阿木不在，但这波团战仍然是打不赢。这里必须说 M5 这边的 ADC 和他们的狮子，一个是反应快，一个是装备好。刚才这个情况下，微笑这边输出完全杀不掉这个狮子。
而另一边我们看到若风一个球加上一个大招的时候，谢罗俄罗斯是没有进化的，应该是有点困难了。哦，漂亮，这里的话微笑终于是放命。这里的话戴安娜想，但是他这个盾还存在，加上骑士给他加力。这个阿木木表现真是太亮了呀，这场拉到了若风，若风这里也是，我觉得不仅是这个狮子先手抢得好，他们后续的那个伤害经常是由木木或者是这个锦鲤隔墙的控制打到。是的，我必须说这场比赛今天到这里，大家也是惊叹于 M 五强大的实力和团队配合。刚才这里这一波战斗也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不过 M 五始终是保持一个没有死人的一个节奏。那这场戴安娜又是即将超神了呀，出到复活甲这种装备的戴安娜想越塔真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戴安娜出了装备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她这里出的是法穿三件套，这样一来的话她本身的技能伤害几乎是可以造成一个真实伤害完全打出来。好，狮子终于跳出来了，这里要秒这个露露，露露消掉自己闪现，不过狮子仅仅是消耗自己的大招，换掉了对手一个闪现，其实狮子后期他的追攻经济并不强。这里的话我们看到输出也是不低的，再度是把自己的诺言给打残，诺言残血情况下乱逃，但是狮子是很奇怪逃到对手的击杀范围之内，发条及时的给了一个盾，那么俄罗斯也是没有被击杀掉，但是这波高地肯定是守不了了。这样的话 M5 现在比分23-6，应该说和上一盘来讲其实差不差多，基本上是一个大比分的取胜啊。看出来 M5 这边的实力确实是很强大，我们绝对不能低估这么一支世界强队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很期待他们在 FPL 5里的表现，这个比赛也会在这个月底就将进行。是的， M5 是和 TPA 分到一组是吧？对，所以这组的看点确实很多。对，作为科的 SR 总冠军以及是老牌的强队 M5， 这两个就在 S2 就已经交手过，然后当时 TPA 获胜，这次不知道 M5 能不能一雪前耻。当时我觉得 M5 的第一场真的是打得太过于精彩了，使得他们之后有点太过于骄傲了，结果没有想到是输在了 TPA 手里，现在我相信他们心里也是抱着复仇的欲望。而现在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南美这边的劣势已经是很明显了，现在想要再打赢团战，面对对手这样一场团控和输出都不是很缺乏的阵容来说的话，确实非常的难打。因为 WD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发条的装备也没有起来，而这边梦魇的肉装也没有做好，使得这两个点在战斗当中发挥不出很好的作用，就是前排现在躺不住，但是后排输出又不太足。是的，几乎输出只能依靠于微笑这边的一个维鲁斯，但维鲁斯的话面对对手的狮子跳过来就必须得交掉自己闪现，之后输出的位置也很难找。对，一直打对手的肉的话，其他人可能会比对手的这个肉还要快，他进化只能用一次，但是自己这边本来这个输出就缺乏，也不可能再去出一个水晶鸡蛋。主要还是这个狮子发育实在太迟，装备太了。我看一下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强推吗？对方支援已经赶过来了，看一下戴那这个位置好像又要切到维鲁斯或者诺诺了，还好是没有 Q 到。那么现在从经济上来讲的话，落后13000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差距了，这个在装备上来讲的话就是每个英雄都落后一个2000多的大件。看飞机现在也是爆出了复活甲，现在 M5 这波是两复活甲在身了，相当于5-7。而阿木木因为本身就是一个肉装英雄，所以他没有出复活，他选择出了一个蓝盾，可以最大限度的阻止你的逃生的一个能力。他现在其实不大需要蓝盾的减速啊，减速我秒一下这个飞机，多的需要一个减移。但是这场 OC 装备确实有点差，所以打的不伤害。好，阿木木这里只要往前面一站 ，W 这边的话始终很难保证什么人能上去顶击阿木，因为一旦被他 Q 中的话，大招连上就会上去。很有可能这波 M 想一波拆掉主基地了。这波的话确实太难了，这边的输出很足，而且几个肉的话已经完全打不动。带着双复活很有可能就会强上了。看是不是这个狮子要首先过去买。M 可以利用这个兵线不停的在基地门口消耗。好，这一波我们看到兵线已经都进来了。怎么超级兵过来就很难守了？在这里的话，飞机给塔也很难阻止。这个塔一旦掉了之后，阿木已经很难再打了。我们看一下草莓这里选择墙上，
又是跳关爱了。打围堵，科比的围堵一共是要两位一个狮子，三死了。这一波战斗打得很漂亮，若风一个大招反手秒掉了两个人，之后还是第三个。好的，复活甲好的，现在打掉了后面追杀，看一下这一波。那么但是小月要秒围堵斯跳进来之后，第二下围堵斯逃回了泉水，这一波的话小月要死了。这个复活甲已经掉了。围堵斯回泉水回血，这一波的话咱们的意思。做出了最后的反扑，而且这一波很有可能能够打回来。那我们再看到阿木滚到了梦魇，哎，非常这个盾还是能够吸收不少伤害的。哎，加倍点死，输出漂亮。三下是追死了对手的一个脚月，这里想再追阿木的话就不大现实了，因为对手的移速很快。嗯，如果有诺诺还活着在，可能会能够追到。那么这一波的话，咱们是打出了自己的气势啊，是进行了一个三换三，也是因为对手冲卡冲的实在是太激动了。不过现在还是很难说，这个败局仍然是难以挽回，因为对手的现在装备整体装备仍然是太好，加上这个兵线下路似乎这个高地也是即将告破，而且主要是 M 这个战队本来就是打法很凶狠的这种，不是像 CLGU 跟你一样拖后期，如果拖到五十分钟的话感觉 W 这个阵容还能打，但是像 M 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肯定不会让你等到那种时候了，浪完一波下一波可能就要认真打。以 M5 现在的状态，他肯定是打算一波拿完大龙之后强推下路，这样一来的话咱们这边两路兵线配合上下路这个塔已经没多少血了，已经是非常难以去防守。现在这个戴安娜回去又是出到了一个1600，这样伤害就显得有点逆天了，本身就是一个很肉的存在。在飞机的装备也是越来越豪华了，看到飞机已经做出了飞机的最标准的三件套，三项银雪青雨，这样的话这边 WE 他们的坦克装备始终是做不起来，使得这边面对这个飞机的时候啊，起不到一个坦克很好的一个作用啊。这边好像是有点 bug， 嗯，这个是出 bug 没有显示打出的这个，但应该可能马上就会打掉了，输出比较足，带着大龙 buff 的这一波，然后想要再推再防守住对手的推进的话，确实已经是不大可能，只有借助这个泉水的回复能力可能还像刚才一样能够打一打，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开战的话可能就直接被秒掉了。那么看一下最后的这一波团战了，可能是先拆掉这两个恢复的兵，那么超级兵也是等会儿就会赶到，然后下路塔也没有多少血了，这里他们准备强过来强打了。像他们这种输出很不足的情况下，你其实防守超级兵都很困难。是的，这是在对手，哎，我还被秒掉了。好，没结果是被对手直接强掉。戴安娜伤害太高，这里靠维鲁斯伤害很高，但是这里阿姆交掉自己所有技能，一套强行秒掉维鲁斯，这种一套控制技能连上。ADC 死，那么 WE 现在已经是兵败如山倒了。这波应该是能够直接拆掉。M 最后是还冲进泉水，好吧。恭喜 M 取得了这场表演赛的胜利。